醒醒！你醒醒！你想想飞燕，你死了，飞燕可咋整啊？本来飞燕就没娘，再没个爹，她咋活呀？你给我醒醒！魂儿回来了是吧？你把眼睛睁开！都叫高小霞！不是人了是吧？小子，你可不能死啊！ 你组织还给你派任务呢，组织？对，组织。你告诉我，谁是大姨啊？大姨，我……行啊你！终于承认自己是大姨的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个狗特务！我不是大姨，还跟我装呢，是不是？好好说，啊，你是不是大姨？不然我白救你了，你给我醒醒！ 我不是，我不，你不是特务，你是啥呀？拥护共产党。你说啥？高大侠，你，我这都给你搓出灰了，你快起，涨潮了，你不能躺在这儿，你。 大亮，我现在感觉特幸福，真的，有一种家的感觉。哎呀，心里美。今天要给你好好露一手，你是想吃蒸的呀，还是想吃炒的？啊？啊？大亮，哎，咋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还没事儿呢，别洗了，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坐下，没事，坐下。 你都难受了，那衣服不许洗了啊！一会儿我洗。嘿，倒口水，啊，给，喝吧。嗯，我先不喝了。大亮，你不会是昨天没睡好吧？没有。那你这你穿衣服干啥去？咱家不是少糖醋吗？
我去打点醋啊。哎，不用，那我去吧。不用。哎，大亮，那醋瓶子还没拿呢。你别回头啊！我正穿衣服呢，我身上那点肉我都看完了。哎呀，冻死我了！哎呀，给，穿上吧，差不多。谢谢。哎呀，大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谢我是吧？这样，你就告我，谁是大姨。也算是感谢我了，说出来也算你立功吧。大侠，你真是的，你刚干了个好事儿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我稀里糊涂的时候，我就听你喊大姨，我没有大姨，我妈只有一个妹妹，就还早死了。哎，我说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哈，这么半天了还跟我在这儿装呢。真的，我算白救你了，在这烤着吧。哎，等会儿，啥意思？想说了是吧？不是，我是说你拿点海鲜走吧。你别拿了，我正好拿回去，晚上给飞燕过生日。说到海鲜，我想起来我还有任务呢，我这海鲜我今天还必须要拿不可。哎，等会儿你执行什么任务啊？还得拿海鲜去啊？干啥？想套话呀？啊，不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是，你最好别问。哎呀，大侠呀，你别再冤枉我了啊！我冤没冤枉你，你自个儿知道。你这真是块好地呀，这么快就怀上了。我想把他给打掉。林有为知道吗？先留着。得派个用场。什么用场？今天晚上你把怀孕的事儿先跟他说，明天早上我去给你们送点好饭。大令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哦，刚来一会儿。京戏，把大令送走。姐，他不是刚来吗？我不想把话重复第二遍啊。大令，等一下啊！大令，哎，大姐给你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？快了吧？哎，你完成任务，我让大姐给大姨打报告，咱俩结婚。大令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看。你回去吧。海鲜哈！哎呦，来，看一下大侠的手艺，尝尝，海猴，海猴怎么样？我做的口味你们还满意不？挺好啊，大侠同志这手艺啊，我们是一进餐厅就闻到味儿了。对对对，有句成语叫什么来着？垂涎欲滴，说的就是咱们大侠同志的手艺，对不对啊？啊！行了，别老夸我了，你们赶紧吃哈，趁热吃。哎，大侠同志啊，有没有酱油跟醋啊？来点。我们这渤海湾的海鲜呀，不用那些调料，直接吃更鲜灵，一看就是外地的。哎，大哥，你家是哪儿的？哦，我山西的。哦。哦，行，哎，你们多吃点哈，多吃包子，多做炮弹。对。这个包子要吃，炮弹呢也要可劲造啊。但是这个吃包子跟造炮弹
好像没太大关系啊。吃饱了才能造炮弹呀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开玩笑，快点吃。哎，一会儿啊，你帮我记一下，他们一个个都是哪儿来的？干啥呀？我得搞清楚他们都是哪儿的，那我才能做出合他们口味的饭，不是？你现在挺细心呀，以后对我也细心点呗。哪儿陌生人？这买个醋怎么买这么长时间呀？哎呀！哎，大亮，哎呀，你都急死我了！你买个醋买这么长时间啊？你去哪儿了啊？我找了个医馆看看。你去医馆干啥呀？我有了。啥？大亮，你说啥？医生说我怀孕了。真的？我有孩子了，老刘家有后了。哎呀，大亮，哎，大亮，姐，咱老刘家有后了，我有孩子了，大亮。哎，大亮，你这哪来围巾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出去刚买的是吧？好看，大亮，你现在怀孕了，以后买啥你就发号施令，我直接去买啊！你别乱动了，听见没？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让我这个当爹的听听，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哎，现在听不出来了。今天没咋地呢，一天就过去了。守平，哎，你洗完手过来帮忙做饭啊。好。马匣子，你咋睡到这儿了？飞燕没回来过生日啊？他那个可能有任务。有啥任务啊？哎，守平，守平，怎么了，姐？你去趟文工团，去把飞燕叫回来，带她过生日。不用，她可能真有任务。哪儿来的任务呀？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守平，真不用。姐，人家方先生都说不用了，你还非得去找。晚霞子为了给飞燕过这个生日，差点把命搭进去。那飞燕怎么也得回来表示表示啊？怎么还搭上命了呢？哎呀，这个晚霞子呀，也挺不容易的，又当爹又当妈，怪可怜人的。哟，你今天能说出这种话来，咋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不是我说啥了？你替人晚霞子说话，哎，你俩讲和了？我就是觉得，他真的是挺不容易的。那我就想帮帮他们。哎，我告诉你哈，我这叫帮理，不帮人。对对对，帮理不帮人。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。啊，飞燕住哪屋啊？啊，三零二，三零二。啊，谢谢哈。飞燕，谁啊？我高大侠。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爸为了等你，一晚上都没吃饭。你回去一趟吧。我不回。哎，不是啥事儿啊？至于吗？你走吧。飞燕，你爸说你两句呢，你掉个脸。耍耍小脾气就行了，不至于记仇吧？再说他为了这事儿上火一晚上，这是我跟我爸的事儿，请你不要参与好吗？
我呢也不想参与你和你爸之间的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关系到傅家庄了，我还必须得管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请你不要乱点鸳鸯谱。这个鸳鸯谱我必须得点。你爸说的没错，傅家庄心里没你，你就别瞎惦记了。傅家庄心里没有我，那有你吗？这件事情和让你回去是两件事儿，所以今天你必须得回去。这人讲不讲理了，我不回去。袁飞燕，哎，大侠，啊，你怎么来了这么晚？邢团长，飞燕今天过生日，他爸在等他，我让他回去。哎，你今天过生日怎么也不说一声？既然你爸在家等你，你就回去吧。啊，团长，我不想回去。袁飞燕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爸为了给你过生日，为了让你吃一口新鲜的海鲜，碰海差点死了。啊？真的？这还能有假呀？要不是我救了他，早就见阎王了。啊，飞燕，那你今天晚上就住在家里吧，我准你假了。谢谢团长。哈哈哈，燕儿，你吃吧，这海螺啊你都爱吃，脑袋我已经给你抠出来了，吃了也不犯迷糊。哎，你们喝点呗。飞燕，我来倒。飞燕，你爸不容易，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也是挺受罪的。说实话，飞燕啊，我还真没怎么管。那也是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，飞燕不能不孝顺，是吧？飞燕，今天你过生日，咱们一起高兴高兴啊！对呀，高兴高兴，热闹热闹，说几句吧啊，飞燕。爸，谢谢你。来来来，我们喝酒。爸，不管你以后怎么样，我都会赡养你，不管你在哪里。哎呀，你爸能去哪儿啊？这要看他自己的选择。听到没，板匣子？就看你咋选了。燕儿就这么一说，什么就这么一说啊？你要是选错了道，别说飞燕不同意，那我们也不同意。哎呀，你同不同意管什么用啊？姐，别老瞎掺和。小平，快吃，再不吃菜都凉了。啊，行，快吃。飞燕，来吃吃。大亮，大亮，慢点，慢点，别动啊！来，把这喝了，刚给你熬的。哎呀，这不坐月子，喝什么红糖水啊？哎呀，那你也不能喝凉的，快快快，放放！哎呀，我不喜欢这味儿啊！哎呀，听话啊，把这喝了，为咱肚子里的孩子好啊！来，喝了喝了。哎，我自己来。啊，自己来行。嗯。哎呀，我听听，叫没叫啊？哎，去看一下去。啊，谁呀？这一大早的。谁呀？燕儿，晚上回来吧。我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你知道。哎，菲儿，
吃饭放在这儿。不是，这飞燕老跟你这么拧着劲儿，这不行啊。哎，没事，过一阵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早点挺丰盛啊，大侠。来，趁热快吃了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包子，这里面的馅儿金贵着呢。哎呀，姐，这一个包子馅儿能多金贵啊？人肉馅儿的啊？当然不是了，但是这里面的馅儿会把人炸成肉馅儿。这一大早上就开始逗我，啥意思啊？有为啊。你不至于这样愚钝吧？连我们是什么人，你都看不出来。你是特务？你是狗特务？不错，在共产党眼里，我们是特务；但是在我们眼里，共产党也是特务。有为啊，屁股决定脑袋，就看你坐在哪一边儿。大亮，你不会也是吧？我明白了，你们俩就想陷害我，使美人计陷害我，对吧？不错，我当初试施了美人计，可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要不是被大令的美色迷倒了，我这美人计也施不成啊。我一杀共产党就得要我命。不错，他们肯定想要你的命，但是我保证，在他们查出来之前，我早就把你和大令送走了。哎呦，当然了，带走的还有大令肚子里的孩子。大亮。有为啊，你别忘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国家，包括苏联，承认的中国政府是中华民国，公认的中国领袖是蒋委员长。你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包子带进去，党国的功劳簿上狠狠地记上一笔。等党国戡乱成功，你穿着笔挺挺的将校服，威风凛凛的再回到大连，那
是何等的风光，何等的光宗耀祖啊！啊！我就不明白，我没招你们，我没惹你们，你们为啥要害我呀？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求求你了。我试试。这就对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就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了，有姐一口香的吃。保准有一口你辣的喝。嗯，大侠，啊，这边检查。哦，来，哎呀，是得好好检查检查哈，坏人一个都不要放过，可别让他们带进去东西了。小平啊，你可仔细点哈。知道了，姐。啊，行，进去了。中午吃包子哈。好。做完这一单，真要放他走？他做完这一单，就上了我们的船。什么时候下船，就由不得他。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就可以留下了。怎么，你还真想跟刘有为过呀？这对我们家京西可不公平。我怀孕的事儿，京西不知道吧？这我怎么能跟他说呢？这不是欺负我们家京西？京西啊！哎，今天放你一天假，陪大令出去玩玩。大令想吃什么就给他买啊。谢姐。大令，等等我。等等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？这高平啥意思？大早上起来找事儿是吧？这什么？是什么能什么？包子你不认识？这公司有食堂，你带什么包子呀？那食堂的菜天天吃，你不腻啊？再说了，傅大哥，咱建新公司有没有这规定，说不让自己带饭？那倒不是，那你这包子一看就不像大家包的呀。不是，我姐包那包子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那都是海麻馅的，一点肉都没有。我这包子全是肉的，咬上一口，直淌油，贼拉香。行了，你这放门岗，下班过来取去啊！你干啥呀你？哎，不是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怕我这包子里有炸药？是不是？你试试看，找事儿你这样。你看看，冷藏。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，走吧。闹疯。下不为例啊。周平，嗯。这几天你受点累，不经允许，工作期间准进不准出。知道了。Thank you.
京西啊，哎，去那坐会吧。啊。哎哎，是多凉。京西，对不起。我姐说了，咱俩戴同样的围脖，你是情侣，情侣不用说对不起。我跟刘有为。我姐说了，你俩是演戏。咱俩才是真的。一口一个你姐说，那你什么时候你能自己说？走吧，坐会儿。啊，你坐，坐。好的，马上。十八点。对呀。哎。哟，有为啊，哎，吃上了啊？是不是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吗？我明天吃饭一定积极。哟，中午吃包子啊？吃包子，老香了，赶紧去吧，再晚了没了，快去吧。今天的包子真不错，一看就是大厨师的水平。是。老夏，挺舍得下料啊，这肉比平时的多啊。啊？不是说我对你不用心？以后不许看小灶啊！不是小灶，圣姑在大灶里一起蒸的，少捏个褶我就能看出来。好吃吗？这么特别的包子，吃着就特别好吃。噎着。嗯。哎，有为呢？嗯。那咋没来吃饭？不准出去。凭啥不让出去啊？我又不是犯人，我想出去就出去。就凭这是军事重地，副处长交代了，这工作期间既不许进，更不许出。守平，我是搞技术的，我凭啥不能出去啊？我今天还就较着劲，我就非要出去，怎么的？我就哥，这是纪律啊，简直就是法西斯。特殊时期，特殊办法，理解一下啊，理解。回去。这回生产出来的炮弹呢，肯定是万无一失啊！你们搞工科的十分严谨，你能说万无一失，我就放心了。关键是我相信老李同志啊。这老李同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，为了生产出合适的炸弹，重伤了四次，全身上下炸伤了有200多处，可以说啊。他身上现在没有一块地方是好的了。是啊，10根手指炸断了4根，2条腿被炸断了1条，还有1只眼睛也看不见了。这老李同志做出的牺牲真是太大了。他是钢铁铸成的，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好好学习。我在苏联的时候读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里面的保尔柯扎金那是苏联人的榜样。我从老李同志身上真实的看到了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。朱工程师，朱工程师。小吴，我不是让你专门照顾老李同志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朱工程师，这老李同志啊坚持对这批炮弹进行再次试验。还要试验啊？根据这个配方生产出来的炮弹我们已经实践过多次了，炮弹的威力十分的惊人啊，没有任何瑕疵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不过老李同志认为试验的次数越多误差就会越小，精度也就会越高，他希望
在这批炮弹被运往前线前再做一次试验。好，我同意。哎，去吧。贾庄同志，这回你看到什么叫精益求精了吧？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科学的精神。是啊。怎么样了？东西送进去了吗？这个刘有为真行，轻轻松松就把任务完成了，老姨没看错他。当然，这次行动，他不应该记在你身上。等这批哑弹运出城，我就给你申请嘉奖。功劳还是算刘有为身上吧。事儿都是他一个人做的，没有你，他也不会干啊。肚子里的孩子也得记上一功，没有他，他也不敢干。怎么样？一会儿出去喝两杯，庆祝庆祝。算了，不去了。怎么了？这有一大堆文件得收拾呢。马苏勒，我下午就要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想去。他也不让，那我自己去了。进去找哪位啊？啊，我找周队长。啊，过来登个记吧。哎，好。准备，放！庆功酒是不是喝得太早了点儿啊？放心，他们的新型炮弹早就试验通过了，可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，我们会在他们量产的时候，在他们的配方里动了手脚。老姨，你立功了，为了套住刘有为。我可是把大令都牺牲给他了。你这是替京戏抱冤叫屈吧，老姨？那个刘有为可比真京戏有价值。我当然知道。大姨说了，此人可堪大用。就他沉迷于女色，你太小看他了。啊？他开过炮仗铺，与火药打过交道，深得共党的信任。大姨看的可够远的，鼠目才寸光。大姨可是谍报战线的人中龙凤，只是委屈了京戏，这顶绿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。哼，看你说的，好像大令和京戏是夫妻似的。哼，依我看呢，充其量是多喝几瓶醋而已。在实验场上出现哑弹的情况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如果全都是哑弹，那就一定有问题。那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搞破坏？炮弹的炸药配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只有一个原因，人为。这是我们公安局的奇耻大辱！你们两个当时来的时候，胸脯一个比一个拍得响，现在结果怎么样？怎么，
都哑巴了？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查出事故的真相，然后抽丝剥茧，找出幕后黑手。查，给我查！我今天就坐在这儿，等待你们调查的结果。周兵，知道试验场上的哑弹的人都控制起来了吗？我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隔离起来了。好，朱工程师，立即把哑弹拆开，认真地化验出里面的成分。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同样，化验也要秘密进行，不能打草惊蛇。